Hello. Hello, Bubzi. Hello. We're going to watch 搭配晚餐，然后还有这个我们去台南玩的买的饮料。 谢谢包子的猪猪你哟。 汽水还没开，这个开了，但它上面写可乐。 它是那种苏打水，碳酸水的味道，就没有很渴这样。今天没什么，可以认真看直播，太棒了。我们今天本来要玩游戏，但是因为电，对，我们不会装电视。认真看。今天吃麻辣烫。 我跟秋萍一起点了一碗，然后他分两碗装这样。 HDMI 还是我们来玩俄罗斯方块吗？ PS5是不是原本就装好？对，平安房间那台萤幕先搬走了。对，你有这个吗？你想吃吗？你去。好。 我们再就是进行晚餐交易。但刚才有我，现在抓成的告白气球。谢谢。这个我的灯板是不是前几天灯箱是不是前几天已经下了？还好我有见到它的。 最后一面，我有去拍，你有去拍，什么时候？现在颁奖的从结婚票，去逛街的时候，然后有拍。OK，怎么没有PO？素颜啊，忘记没关系啊，现在还可以PO。都在了几天队，那我那天干嘛？但我那天蛮素。你们那天？哦，刚刚去逛特卖会了。哦，我知道。 买了很多东西，玩一些有劲游戏。有劲游戏吗？对，有 PS5，是装好的，对，是装好的。Hello， 在吃晚餐。你们也在吃吗？有人也在吃晚餐吗？ 真的很喜欢吃麻辣烫，共同进食中。今天要先去拔掉完吗？那我们等一下玩俄罗斯方块。但我赢不过他。没有，我很久没玩。我也很久没玩啊！你有多久没玩？就有多久没玩。 还没吃在搭车，开车赶路，开车小心哎！我们这一家，对我们这一家，哎，他说新上那个深写真嘞，四月的深写真，你们要预购一波哦。我今天这次速度比较快，我已经先修了一张，好像排版上面还可以，我今天修了一张排版的照片。 对，那有没有看到这次我就是霜寒都有上封面了？有没有看到吗？期待叶配，那个腮红也太红，它就是那种小朋友的红润感，这样晒伤妆。对，无辜的感觉。对，是那种无辜，然后天真的感觉。对，本来就有了，我们本来就有。那看起来期待我的叶配。 在幼稚园，对啊，上封面呢。上次上封面是什么时候啊？上次上封面是什么时候？感觉
感觉也才几个月前。对，是双马尾。我觉得风评被害，一堆成员说，对啊，这个月是你的菜哎，赶快预购起来。只有我一个160，是这样子吗？声线很亮，确定我反射 OK 吗？我已经修好第一张了，对，我已经努力过，这就是我最大限度的灰，这样，就是我把它用小一点，对，不然你们可能又就要很久才看得到我的这个幼儿园的那个照片，因为我会考虑很久的排版。这个月升学是娃娃脸的福利，对，只要第一张排版 OK 就好。娃娃脸，我有娃娃脸吗？其实我没有很娃娃吧。可以顺便帮我拿镜子吗？谢谢。这次上封面挑的真懂。研究生身高高的穿这个怎么样？皮肤白里透红的妆 ，OK 的，对啊 ，OK 的。谢谢思豪的一封信。对，我们再看我们这一家，我跟邱品涵双涵在看，谢谢。好，还没去品涵那玩吗？这边是品涵那，你们不知道这边是品涵那客厅，客厅，对，品涵那的客厅。台北萝莉重出江湖，对啊，台北119台北萝莉。一家跟雨林就蛮娃娃脸，对啊，我其实没那么娃娃脸嘛，就是我的脸没那么可爱，因为我脸比较长。如果我的脸能短一点的话，可能就有望成为娃娃脸。他酷现在睡翻了，他很像一只小狐狸。你还说你把他的草拔光了？对啊，因为我想要把他清倒，结果他我们等一下再研究，对，我们等一下再研究怎么办？可能要先连上网路。还可以去别人的岛吧，他需要多少草啊？20？没有，做那个药好像两个就好。我真的，啊，两个都没有。对啊，真的吗？因为我过不去那个河的对岸。哦。但他们说可以。它不是每天都会长吗？我上网查也是每天会长，但我上次去它没有长。还是我等一下开开看。你现在是肿的。对啊。还是我等一下再开开看看有没有长草。6颗，好啦，可以啦。他长得很像小朋友，看出来就上封面。对啊，我想说，甘蔗好像还没有甘蔗，他吃罗封面。有切黄，今天没有切黄，本来以为会有，但切黄刚出门去吃饭了。明天还是好天气。那个连线要钱哦。不用吧，我怎么记得我以前有连线过？还是只能去认识的人得到？要成熟的小孩。对，今天一小，待休息站，好，这样比较安全。我是郑美脸，谢谢。今天是爱海涵日，每天都是啊。哦，要订阅任天堂的会员吗？叫朋友送工具给你。哦，我没有说他们脸很圆，好不好？我是又圆又长，好不好？圆圆又很长。谢谢阿菲亚的告白气球，谢谢。我是。感觉鼻涕，能看吗？谢谢东的浪之心，要吃什么？要吃麻辣烫，跟平海一人一半。美流那种脸，我那样那么漂亮，但是偏成熟漂亮的脸吧。就是你可以用里程机票去。哦，里程换机票去随机的岛。要会员。
就平常谢谢啦，我就收下这个祝福。你知道酷酷现在真的是很可爱，哎，他抽动一下，他是不是知道我们在叫他？你看他，他真的很像一只小狐狸，我觉得他一定不是一个柴犬。他没有发腮，他没有发腮，他的脸超尖的，他的脸就是这样，他很精壮。嗯，好可爱的酷酷哦。今天有热情欢迎哇，他每次都开飞机了，超可爱的。他每次都，就我每次开门，然后他就开飞机了，然后这样子，这样扒我，可爱到不行。他应该是认得我，哪种辣度麻而不辣，有稍微辣，对。看来今天妆很棒，什么意思？柴犬蛮接近狐狸，没有，他不是真的很像，因为他又是白的，然后。他脸真的很长，他完全没有发腮。他苦没有抢吃的吗？他刚有，但我们阻挡，我们阻挡他之后，他就去睡觉了。所以他现在很乖，他苦真的变得很成熟稳重。你们知道他一开始就是偏失控，然后他现在很，他现在很稳重，真的，他现在不会乱暴冲了。就真的变很大只，酷酷不给吃就算了，睡觉去。对，以前常天咬了，他现在不太会咬。对，已经是成熟的哈库，他现在睡觉吗？对。我可以给他们看睡觉的酷酷吗？你在玩什么？没有在看是。我用手机在玩什么？是一个游戏哦，怎么好像我记得也有人在玩那个，长大知道没什么好咬了，成熟的狗狗，那个太失控了。Hello 鱼，没有带花花去平安家吗？没有，没有带花花，没有，平安有时候只会带一个花，对，那我给他们看，下次可以带来，可以啊，好吗？带你们看酷酷，酷酷，他现在睡得很，对啊，酷酷现在睡得很可爱哦，他很像一只，他很像一只小狐狸，对，还是我叫他过来，他现在很像一只小狐狸，已躺平，对。还是他真的过得很好耶，他的生活，他的饲料吃很好，还有一群爱他的爸爸妈妈跟姐姐们。那你的哈库可爱，对，他已经不是小狗了，他就他，你们知道他，你们猜他几个月？但你们应该月，但你们应该知道了，就是从他来的时候。他才不到四个月，他已经变成一只大狗狗了，好可怕哦！他真的是大狗狗。花妈在抱怨吗？对，好像他刚刚在抱怨。这一集是橘子一直乱丢他的衣服，好像已经不是能哦，已经不是了吗？换一集了，这么快啊？这一集是换柚子吗？是同一集吗？刚刚不是已经唱歌了吗？对，那就不是换一集了。我们来看看这只可爱的狗狗。对，以前还可以抱在怀里。对，哈古真的长很快，它真的很大一只，咬它。哈古嗨嗨，那里有只可爱的狗狗。对，猫咪不太会。吃饱了睡舒服，对，还是我叫他过来，我去打扰酷酷睡觉。你怎么强行把他拖过来啊？他很问号哎、欸。
他有一点大只。嘎嘎嘎丢啦，他废我。好啦，他现在在我旁边了，龟缸欸，对，用拖的。后面如果长得太有柴犬那样大就可怕了，但他才四个月欸，你可爱。但是发现现在狗狗都过超爽的，对对，他凶我，他凶我，他有起床气没有吧？他只是不喜欢被抱而已。我刚刚想要尝试抱着他的两只手，然后这样子把他拖过来，但他废我了。那我们就这样看他吧，看得到吗？他就在咬他的手，不知道在咬什么。好、啊，哎呦，差点把直播架插到饭里面。好，吃小烧，不给吃的还想抱。我刚给他吃很多，而且我们再叫他那个变。嗯，要吃到这个吗？要吃到一个，我们刚才叫他变，谢谢。我们叫他表，但是他学不会，可能是我们不会教啦。对，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快吧，一天而已。你不是昨天就开始了吗？没有，今天开始。今天开始，那就是很可爱。他如果学会表的话，不是表是表，就是表，然后就这样。这哈库妈才说，为什么大家都要叫狗狗学装死？地板干净了，哭哭，但我的心气到咬手手。对，长大不给抱，连我妈咪都没有这样凶过我，笑死。那晋升演技牌，要对发音，你说变吗？变，而且我们刚练到最后，发现他好像觉得变是好的意思，就是我们想的变。好，那可能两个有点搞混，我们觉得他有点以为 bian 就是好的意思。对，看来训练狗狗之路是慢慢长路，漫漫长路。语气的问题吗？ bian 是开饭的意思。丁恒叫他不要哦，不要 bian。和品涵搭配示范成功，记得喂食。小白棉花糖。棉花糖，他是不是很喜欢侧躺的这个姿势啊？他又躺回侧躺了，是有东西吃的意思。对啊，原本是好，下面变了。谢谢志玲的闪光星星。现在看我们这一家，我跟品涵在看，但我现在没有在看。对，我们刚吃饭配那个我们这一家。我想到这是什么味道？什么味道？有个糖果，你吃过吗？可乐的糖果。哦、对对，你在黑。有没有吃过可乐？可乐糖。可乐小罐那种，然后这样打开，现在还在卖啊。一颗一颗那个，对，那个糖果，这就是那个味道，对不对？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个可乐糖味道。哦，有没有吃过？你们就可以想得到。但它不是一般的可乐味，对，它就是苏打水的感觉。哎，我今天直播才跟他们聊到一件我很 shock 的事。什么 shock？ 你小时候有发过乖乖桶吗？生日？有啊。然后不是有那种饼干的，什么 Hello Kitty 啊，然后还有 Snoopy 的吗？然后因为那天儿童节，我就想要买乖乖桶，想问以前的那种味道。结果没卖。然后我去两间都没有卖。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超市，以前 Seven 就有了，但是现在 Seven 没什么看到。然后想说那去全联或是顶好那种比较大间的超市应该会有。家乐福那种才有。对啊，我就是去什么家乐福超市之类的，没了吗？或是全联之类的那种超市都没有，他就只有卖那种乖乖软糖的那种乖乖桶，可是没有卖什么 Hello Kitty 跟 Snoopy 的那种。还是因为现在没有人买了。那现在小朋友都发什么？对啊，现在小孩国小都不会生日，家乐福送乖乖桶了吗？我很 shock 哎、欸。但我至少我弟妹都没有啊。
真的，我是这个年代小孩不，但他好像有请过饮料，就是他生日的时候。因为我小时候是什么去便利商店或是去超市，就有一排可以选。对啊，就是有各种不同的造型。对啊，但现在居然连乖乖桶都看不到了吗？欸，其实我那时候生日会本来那个工作人员姐姐是说要帮我们准备乖乖桶，就后来变成一堆糖果。那买不到，但其实也是买不到。对啊，感觉只有那种网路上才订得到。哦，所以已经没有这么大规模制作了吧。但乖乖糖这是算一个我们的回忆耶。对啊，是不是？对啊，已经成一个时代了，就跟那个以前真的随便买随便有，就便利商店进去就有。佩佩猪时代，超市还有吗？惊悚的粉色吹风机，代购的部分，时代的眼泪，要等过节吗？可是每个就通常不是都生日发吗？嗯，而且照野牙说，如果过节的话，现在儿童节应该也要有，可能那种过年吧。过年谁会发乖乖桶啊？可是以前真的是平常就有，真的很常就会看到。以前生日都是一个大的造型蛋糕出现。乖乖桶要鬼灭之刃才有小朋友要买，乖乖过气了。对，捂嘴猫过气了，排名都输了。乖乖桶去家乐福，可尔必斯的味道，可能要再去更大间的。对啊，他们刚说要示范给哈库看，就是说平衡变。这样没有，但你不是有示范过吗？我有演给他看，他有演给他看啊，但是我就倒在地上，就演给他看，他可能鄙视你这样，他没有理我。韩寒的儿童节，大耳狗的时代，真的，现在大耳狗好多人爱哦。Hello Kitty 被超车了，但我很喜欢撕那个塑胶，哎，就是他们会粘那个封膜，我很喜欢撕那个，就有些饼干也会有啊，我就觉得撕那个很疗愈。三丽鸥前三名都是狗狗，三丽鸥前三名都是狗狗。嗯，大狗布丁狗，大耳狗布丁狗，帕奇帕恰狗，是那个黑色耳朵的。对对对，真的假的？嗯，但我很喜欢，诶，长得很像凯蒂猫吗？就是脸旁边是刺刺的那个，黑色耳朵。不是，不是，它白色的。白色的脸是不是就凯蒂猫？好像应该也很开心吧。呆鲁狗，对，呆鲁狗。他看你倒地不来就很开心嘛，他可能觉得在干嘛这样。阿酷你在干嘛？酷酷你在干嘛？大耳狗很棒，但大耳狗其实蛮可爱的。而且照理来说，大耳狗应该其实蛮符合，就是大人的。就是形象，如果那 Kitty 猫可能像有点像小孩的这样子，对，可能有点像小孩。你在直播吗？喂，对。玉米，谢谢。那个刘三色乖乖永不过期。就你们一人一只就对了，然后好啊，我，然后他们两个。OK。然后你再自己分，好像有辣有不辣之类的。OK， 对，是切黄。千皇说嗨，千皇要走了，拜拜拜拜，又去做客了吗？对，美乐蒂不是，丹尼尔不是，白兰猫，我现在很不方便哎，我吃的很丑啊，现在的话，对，千皇，三丽鸥明星都偏年龄较小，人。味道生人不可能到啦，对，嗯，你们通常点麻辣烫都会吃什么料？我吗？虽然，哦，我已经知道你是什么，萝卜，萝卜，玉米笋，猪血糕，咖喱菜，豆皮，豆皮要，牛蛋也要，一包蛋，黑色的猫咪，不是啊，它就是一个凯蒂猫吧，就它是
不知道哎、欸，他长得像 Kitty 吗？但他脸两边是就是这种，就是这样子的这种，这样子。一心爱酷酷，对，他也是猫，看起来比较华贵的，白色的，比较高贵的。对对对，我知道你在讲谁，但是不知道他的名字。嗯。是不是想不到？是不是就是凯莉吗？没有，应该是不同角色吧。是发蛋。那它黑色是库洛米吗？霹雳库洛猫？真的吗？梦梦猫岛这些有这些角色吗？修白软。再回溯。我卡了吗？刚那个是录音。它叫 Charming Kitty， 我看一下，这只是吗？对对对 ，Charming Kitty 是什么？它中文叫什么？没有中文，看看看。Charming Kitty， Chuckle Cat， 这个吗？哦，不是哎，但它也好可爱哦，这很可爱耶。它是什么？哦 ，Chuckle Cat， 哎，什么？巧克猫。恰咪。恰咪。他居然有名字，直接翻过来。他有名字吗？我完全没有印象过他有名字哎。那他是不是也是一个动画里面的？恰咪，他居然有名字，我从来都不知道他有名字。我以前真的以为他就是高贵版，就是升华的那种凯蒂猫，以为酷企鹅，无嘴猫的宠物。以前很喜欢酷企鹅哦，酷企鹅。蛮可爱的，但我也蛮喜欢一只蓝色的企鹅，它好像有一个领结，但它真的是蓝色的企鹅。不知道哪一只是辣的，看得出来吗？不是你的拉哈库，不可以拉哈库。那吃的就行了，就是拿起来其实看得出来，因为如果红红的话，虽然说这个吃，但都已经冷掉了。这只应该没有辣吧？是吗？看得出来吗？你干嘛想吃啊？不酷啊！山姆企鹅吗？我有点不知道哎。它脖子上是钥匙。地猫的宠物。哦，对对对，包子的纸。蒙科鲁玩偶，这感觉也是一般的。对，如果是辣的话，应该是红色的吗？不可以啦，拉库，你不可以吃烤玉米啦，你会糊掉。来看酷酷，对对对，林果这只，来酷酷，酷来。Hello， 你好吗？酷来，酷酷。我真的看不出来了。他不甩我。我随便吃一只哦。那我们随便吃，你吃了会辣，就是有辣了。真的看不出来。对你说说。这有写吗？说哇，你不要再想吃玉米了，酷酷。不可以，你不可以吃这个东西。你不可以吃，你不可以吃。唐吉诃德企鹅可能是酷企鹅的亲戚。嗯，唐吉诃德很难吃的好看。我以为你说这很难吃，我想说很难吃的好看。没关系啦，你这样直接沾满我的嘴巴。他说我没有办法吃。那你看干嘛？你会沾的嘴巴都是。嗯，还好我嘴巴很大。玉米，烤玉米都很贵，也是不知多少，八十，我不知道，应该也要七八十。嗯，他每次去夜市都很贵。嗯，夜市反正就很贵。抛弃我的初恋蛋黄哥队伍，我现在我已经不会再收集蛋黄哥的东西，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会觉得他可爱，现在我不会特别收集，但是有时候看还是蛮可爱，就有点小小的感觉。对，但现在就是。现在我对三 D 好像还好，我现在比较喜欢达菲、雪莉美啦。哦，好可爱哦！谢幻战士的《我和你的爱宠》是吗？对，我和你的爱宠。对，大黄哥已经被装上，他装在我的 Kitty 的行李箱里面，还是忍不住。他吃过玉米吗？应该是没有，如果有的话，可能也是
水煮的那种玉米笋吧。蛋黄哥是三丽欧的明星，是还震惊了一下。蛋黄哥其实蛮不像的。小史呢，就是喜欢那个系列叫什么？雪莉梅那个系列叫什么？打这一首。他有系列名吗？还是没有？都是迪士尼的角色。但我喜欢迪士尼的角色这样。现在首推哪个角色？当然还是。有可能是琳娜贝尔，他谁？我没有，他是新的角色，你可以查，那很可爱的一只狐狸。迪士尼的吗？迪士尼的，真的、哦，粉红色，然后尾巴大大的，很可爱，有一点想买。琳娜贝尔，沙菲与他的朋友，怎么这样啊？其他人没有名字啊？因为我觉得画家猫也很可爱。哦，对，画家猫也很可爱。你说那种琳什么？琳娜贝尔。那个琳？我也不知道哎、欸。随便打。对你随便打应该就有。会不会出现安娜贝尔或什么？不会吧，我会急那个网页哦，吓人！大家非常熟悉。哦，那是狐狸。对，我看一下。那个系列的。对，然后很。他们长得很像，它跟画家猫很像，只是颜色不一样。哦，对对对，但因为它是粉红色，所以我也很爱。小史也很可爱啦，画家猫也很可爱。Google 好像真的很像是达菲的朋友们，啊。怎么这么没有人权啊？说了达菲阿雪，但忘了他。对，喜欢都是一阵一阵的，但都很可爱啊，都可以了。达菲与他的朋友，他如果我是雪莉梅，我一定会很难过。我是小史，我也会很难过。我居然叫做他的朋友，达菲与他的朋友 ，OK 啦。我打了坠字。达菲的朋友们，他是主角吗？为什么他是主角？所以达菲是主角，然后其他都是他的朋友，这样。就因为达菲衍生的宠物的角色。阿雪，但阿雪比较红，因为阿雪比较可爱。哈库跟他的朋友们，他是主角。一开始是达菲，快乐伙伴，达菲和他的快乐伙伴，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可能朋友比他厉害，这样比他可爱。他是米哥哦，米奇。比较红的是达菲吗？雪莉梅吧。对啊，是雪莉梅。对啊，这应该是雪莉梅与他的朋友吧。但是好像原本创始是达菲这个角色先创出来。我听过两个版本的故事，一个版本是就是米妮要米奇要出海，然后米妮怕他孤单，所以缝了一个达菲给他带去海上。对，那我忘记另一个版本是什么了。谁是米哥？就跟你们说我眼睛不好哦。米哥是创始元老。米奇啦，米奇，我就眼睛，我眼睛真的不好，你不要再为难我了。米哥很大伟，米哥，我觉得它的玉米笋好深哦，很硬，就它里面感觉还有青草味。那你们最喜欢哪一个角色？对，神推李彩杰。姑姑要睡着了，好可爱哦。问哪边的？迪士尼的猫来说还是很喵，米哥也蛮亲切的，哈库还是龙可爱，不一样的东西，都很可爱。一个是猫咪，帅气可爱；一个是狗狗，白目可爱。对，这是不一样的感觉。
终极二选一，让我们来看哈库睡觉。他是终究要成为网帅的狗狗，他看到镜头就醒了，太扯了。他很有意识哎，我们赶快去追踪酷酷的 IG 好吗？就叫哈库泡泡 ，H A K U P A W P A W， 哈库泡泡，请追踪。龙抱手势还是比较可爱，但就是都蛮可爱的啦。猫派，迪士尼也不会背面，有点像我。身材有吗？但我也蛮喜欢背面的，背面很可爱。睡颜不能被看到，他真的很有意识哎。没礼物想我当直播主，快点给哈库上一点礼物，线上公演靠他了。欸，他真的会跳 popping 耶，他是有时候会突然震动手这样。谢谢幻影战士的小金蛋，谢谢 Min 的掌声鼓励，谢谢。快说谢谢哈库，哈库，你不能睡死啊！大家都来看你哎。回来了，虽然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比较想看哈库，但我们还是回来了。哈库 IG 叫哈库泡泡，大哈库。对啊，这睡姿没有偶包，但他刚有偶包，他刚看到镜头就醒了。哈库傻瓜，谢谢林果的啾啾你哦。还是你其实是想啾啾哈库？谢谢。睡着被拍打会醒过来说自己没睡吗？我是不知道啦，那应该是真的没睡吧。看到他睡要对哈库负责，我还看到他的脚趾呢。那你们也看他的脚趾，你们要对他负责，给他饲料钱。好，你们都看到了齁，请负责哦。请任命哈库角角对他负责。取了，我是猫派的，我也是啊，我也是猫派的啊。谢谢欢迎大家的仙女棒。好，那大家都追踪完哈库的 IG 了吗？给你们30秒去追踪哈库泡泡，这边盖个掌印。怎么人家角角这么随便？斗内哈库饲料有送脚印纸笔吗？这可能要问哈库本人，对他如果愿意的话，应该说很脚趾吗？当然不行啊，没有这么简单。花爸喜欢50以上，怎么那么好看？那么喜欢啊，我现在剩10%哎。哈库这次也会出席合照会吗？还有20分钟哎，可能。够，你们想要哈库出席吗？感觉不够，看一下。怎么办？那边有充电插头，下面的延长线可以拉出来吗？可以吧。有延长线，那我等一下啊，谢谢。插头，可是满嘴都是酱。对，你们是不是很想看满嘴酱的邱品涵呢？只有我可以看。哎，它那个有 USB 吗？没有。没有。对，还敢不充电哟？方便请品涵站到一边跟哈库拍就好吗？方便请你离开吗？右边出口离开。当然想啊，平安的猖狂不是你带，是不是你带出来的？我是不知道啦。对，手机锁，写秀操作。岛内有时候哈库拍贴加签名，哈，没有头，好，谢谢。
下面那个。好。没有豆腐头。你。怎么办？出口在那，对，出口在那。发电机，转个镜头看看。现在吗？要看哈库吗？他现在很可爱哦。等他接我一把。好。你当一下主播好不好？你在干嘛？你的耳朵很可爱哟。你的可爱。好，那我们把镜头带回主播好吗？我现在今天一直在重复架这个镜头。好，OK。好想揉他耳朵，我很喜欢揉他耳朵，因为很可爱，很软。好，充电了。强制营业上班，还喵主播，对，爽哈哭。他一脸想睡，别烦他。他睫毛很翘，而且他睫毛是白色的。我正想他眼睛怎么有点看起来很小。Oh my god， 撞到桌子。但后来发现其实他的睫毛有点盖住他一半的眼睛了。那时候不可爱，而且睡觉的时候最可爱。哦，他那飞机耳也还是很可爱。好，你们追踪好酷酷的 IG 了吗？就叫做哈库泡泡哦，谢思豪的啾啾你哦。谢谢。喂，刚追了，很好。他一直吵他睡觉，因为我想说我现在在营业，他也陪我营业一下这样。对啊，但他有时候营业起来就是有一点太过营业了。对，但没关系。他现在就是很，还是在跳 popping。对，你们可能想看他跳 popping。他最近越来越常出去散步了。你们知道柴犬是很怕热的吗？我本来不知道，有了哈库才知道柴犬很怕的，就是。因为他们是日本的狗狗，然后手毛比较厚，比较怕热，要在比较冷的天气这样。但台湾其实算比较闷一点吧，闷热一点，所以哈库其实有时候夏天都要开冷气给他这样。崔雅库的中二日常按赞了，很好。才一年换两次毛，一次换半年，换这么久。他还是安静比较可爱。他哈库妈妈希望哈库是一只网帅狗狗，是吗？有吗？但哈库其实真的是一只梗图狗狗哎，就是我平常拍他的照片里面，真的十张有九张都是梗图，就是这种的那个照片，就是呲牙眼，他不是很需要散步，对，他很需要散步。你们可以看他哭泡泡，有泡泡有很多可爱的散步影片，有影片吗？有吧，散步影片，有影片吗？有吧，整年都在换毛，在夏天要开冷气给他吹。梗狗卡是不是？不可以色色的梗图系列吗？可能可以哦。那要问哈库妈妈。对 ，IG 很多张都是梗图。
需要帮忙做梗图吗？你很会做梗图是不是？最会做那个，就是几月几号，几年几月几号说的什么的那个梗图。现在抓肯的真情告白，几月几号，几年几月几号说的什么的那个梗图。现在抓肯的真情告白，睡觉，他没有，就是那个脸，这样，的脸，稍微，充电会卡，真的、哦，充电会卡。家，夕阳依旧那么美丽，但明天还是好天气。夕阳依旧那么，我觉得应该不是充。夕阳依旧那么，我觉得应该不是充关系的，没关系。能看着我卡住也是很可爱吧，就是都蛮可爱的。趁你们卡的时候来说，整理一下刘海。好。12分钟，对，语录梗图。我觉得哈库真的不用当网帅，哈库当梗图狗狗，可能受众更多这样。十一趴太低，对啊，很低。啊、哦，这个我看过，20年前的我跟现在的我。谢谢九蛋的缘分相遇。Talking Go， 确定你卡的每个画面都好看吗？那我现在这样，就是我现在就是这样子，漂亮。就是这样子的，不要一直动，卡到太可爱，可爱卡都全部截起来，请帮我筛选一下好看的表情，谢谢。根据刚收到的最新消息显示，请说，现在还在卡是吗？可爱即是正义。感觉这样很伤电池，但我一直都这么伤电池，我电池健康度好像剩70几而已。对，不能眨眼，对，就是这样子的漂亮的一个状态，这样都很漂亮。好。看会应该会发，有一张比较好看，我其他张都有一点丑。啊，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拍的都是我的左脸，所以我有点无法使用。哎，怎么突然又只剩10%？那我每天现在真的每天都要带行李出门，因为很容易没电，低于80就会喷电，就是很容易没电。爱的人就算不爱的人，我现在也没崩啦，我现在很注意我的表情，对 ，PPT 模式，那声音是没卡哈，声音没卡的话就好，那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没有问题的。今天我朋友说我有一个痱子粉的味道，那应该不是痱子粉，应该不是痱子粉，是痱子粉，声音是顺的。那 OK， 左脸就变很大，有点丑，右脸的悲歌，对，
我左右脸实在是差太多了，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接受我的左脸。左脸的照片我真的很少会觉得它好看的，真的差太多了，真的没有人的脸可以差到那么多。我觉得我应该永远都不会再绑一个高马尾了，应该已经没有机会绑一个高马尾了。我的时候，那个噔噔噔的那个要站起来的那个副歌前面，就跟那个噔噔噔，我觉得我一定老了。痱子粉的味道算称赞吗？那我觉得不像痱子粉啊，但可能就是有点像痱子粉吗？宝宝口味，就是宝宝的感觉，宝宝味。深顺化跳针，对，剩八分钟，才想说不会就卡了一下。只有低霜，对，但因为低霜是贵。跪求大富姐姐想一个强制高冷身体主题，没有这种主题，初音未来主题。怎么越播越少？现在剩八趴哎。要洗的衣服的时候被头卡住了衣服，知道我，我真的被卡住。我本来以为，就是我本来以为会一直卡，我以为还卡住我的发丝，但还好我甩一下就起来了。你们现在是不是很卡？老了。但我膝盖是真的很痛，因为我这样跳，我这样每次这样跳起来的时候，我的右膝都会痛，然后我脚就会脚软一下的，就是真的蛮痛的，对，还是我关节问题。顺了，好，很好，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顺了，对，头卡住网路，什么意思？雨田佑希是什么 ？Hello 1006的访客。那我现在跳公演的时候已经是，就是得心应手吗？其实好像没有那么多杂念，可能需要维骨力，没有软骨这样，需要吃阿钙。阿钙是什么？乃木坂成员哦，雨田佑希好像没有听过，驾轻就熟，对，但我膝盖的问题还是始终没有解决。我膝盖的问题真的是，我也不知道，我膝盖这么不好哎，但就真的很不好。去看一下骨科，平常练习要护膝先保护。不少成员膝盖都有状况，太多贵的舞了。对，但 reset 那时候真的是最贵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讲过，之前刚开始练 reset 的时候，然后我们有揪团买护膝，好像是01揪的吗？还是我揪的忘记？那时候我们就大家都买了护膝，结果发现穿了那个护膝好难运动，所以就后来好像大家都没穿。但一开始真的是有买护膝。因为像毒蜘蛛那时候练习的时候，就是都跪在地上，然后还有不知道好像很多歌都是有跪在地上 ，reset 也有跪在地上，然后哦每一首都有哎，洗衣服也有啊，好像就只有女朋友没有。谢谢西西的蓝宝石，但其实女朋友最后也是蹲着跪着。谢谢西西的好多蓝宝石，它就是一个高霜哎，哦。哦，还有不一样的紫水晶啊，在地上铺软垫可能没有办法，不舒服的还是要穿。膝盖碰天动作慢一点，对，但没有办法，就是武将边，我们也就要炸膝盖了。什么女朋友？不知道哎，就是女朋友啊。团购护膝不是不到一个月就没出，你们知道？就是我好像，那你聪明，因为我真的没有用几次而已。就它绑上去有一点难跳，要
为每次跳完公演，那个膝盖都淤青。哦，对啊，就是因为一直跪到。对。就有一块淤青。That's okay。我要来念榜喽！现在还有卡吗？谢谢包子的红宝石，谢谢西西的行李箱，一直撞膝盖，所以很伤。对，该保护还是要保护。好，旁边是谁？韩旁边也是韩寒哦，是品寒。谢谢包子的月光石。练习就穿，但现在已经不会穿了吧？就是之前是因为在刚在练舞的时候。谢谢西西的香槟 level one， 谢谢 Dragon 的闪光星星，谢谢西西的香槟六连击，香槟 level two， 你饱了吗？这样就饱了。谢谢西西的香槟 level 三 ，level 四 ，level 五。他哭醒了，他被我们掌声吵醒了。谢谢西西的香槟 level 五，香槟六连级啦，小鸟味。这是什么？这是香槟吗？有这么炫的吗？这是什么？我没有看过吧。它是一个很现代科技感的香槟练习才要穿。哦，哦，但那个护膝真的不太好穿，它是那种后面用魔鬼粘粘起来，然后前面是一个海绵的，其实没有好穿。我现在卡了啦，我看不到留言。哎、欸，又有一个香，哎、欸，香槟 level 八，这什么啊？这什么？我现在看不到留言呐、啊。他现在中间，现在中间，现在中间，对，香槟连发。那我要念榜了吗？我怕卡，哎，我现在跑不动哎。赶快念充电，好，最高级六跑出来，好，跑出来了。今天的第十名是，这个怎么念？伟。Direct 什么 Direct？ 好，伟。谢谢伟。第九名是朱里恩，谢谢朱里恩，谢谢。第八名是九蛋，谢谢。他很容易被掌声吵醒哎，谢谢九蛋，谢谢。第七名是阿基拉，谢谢阿基拉，谢谢。你怎么好像突然饿了吗？第七名是阿基拉，谢谢阿基拉，你怎么了？谢谢。是不是因为平常都这样叫他，然后一直鼓掌他就醒了。第六名是 Dragon， 谢谢 Dragon， 谢谢。第五名是林果，谢谢林果。他真的不知道他听哪里了啦。第四名是包子，谢谢包子，谢谢。第三名是思豪，谢谢思豪，谢谢。第二名是幻影战士，谢谢幻影战士，谢谢。第一名是西西，谢谢西西。哎，这是什么？有看到吗？他吃东西。我好像吃一个，这边有一个什么东西。不要再抓了。刚讲哪？第一名吗？谢谢第一名的西西，谢谢，谢谢，你快点过来，快点入镜啊，海可，我过来，来看镜啊，你不要咬我，那边，嘴巴很湿哎，哭，小黎，哭哭，哭哭，冒着被咬的风险，也要把它推过去，嗨，拍手呢，可爱哟。干嘛？你入镜啦？好酷，可爱哦！我应该没入镜。对，你没入镜，你还很远。他想要咬，咬咬狗。好，跟大家说拜拜哦，姑姑。你干嘛罢工啊？好了，拜拜。大家拜拜。
拜拜。是涵涵，不可以色色，我刚没有给他，不可以色色到。好，他现在在后面，不可以色色，不可以咬咬。好，哈库说拜拜，哈库拜拜，拜拜，双涵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哎呀，在啃鸡腿了，啃狗腿。不可以哦。你在干嘛？嗯嗯，我按到什么？好，好了，拜拜喽，大家，拜拜，妈妈，拜拜，妈妈是秋皮还是叔叔？拜拜，下礼拜见。